大家好，手残大叔挑战卧龙苍天陨落第11个 BOSS 视频来喽。自从熬过了吕布的暴力输出后，现在打啥 BOSS 都觉得挺轻松的。这个真不是我吹牛，在吕布那苦练了一下化境，真的打 BOSS 轻松多了。这一关对上的是号称江东之虎的孙坚，属于敏捷型的 BOSS。 如果化境用的不熟练的话，在这一关会比较吃力。但是呢，这一关有孙策和孙权两个援兵帮忙一起打 BOSS， 所以这一关其实还是算比较照顾手残玩家的。孙坚这两个大招都比较好反，都是出招前置太长了，从看到身上泛红光到出招中间大概会停顿一秒左右，所以在心里默念一下滴答就可以用出化境了。另外一招大招是这招甩尾，也会停顿一秒左右才出招，同前面一样，默念滴答，然后使用化境破解。打败孙坚以后，在后面的关卡里就不能选孙坚当援军了，所以要刷援军好感的话，只能去前面的关卡刷。老爹，站多点，父亲大人。这就是不服从老夫的下场，哼，劝你们也好好三思。你这老怪，有胆别逃！可恶！一直以来，我二人跟随着老爹的背影前行。如今父亲壮烈战死，向我兄弟托付了孙氏之未来。我等所继承之遗志，并非为他人整压，延续纷争之火，而是壮大自身，立足乱世，进而安定天下。猛虎者，坚牙立掌，傲行于世。还请见证我等兄弟的启航。我等将在船上挂起妖道的首级，并带领孙氏一族建立千秋王霸之业。身为主帅，不可好勇斗狠，尤其是伯父，你很像为父，太过轻佻鲁莽。要阻止那个妖道，一代枭雄孙坚就这样下线了，默哀一秒钟。好了，视频到此结束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拜拜了。
Thank you.